博士零七号是个机器人。昨天凌晨12点呢，这个阿斯顿马丁皮肤啊，通过紧急修改抽奖模式呢，终于上线了。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轮盘抽奖。这次的抽奖啊，可谓是史上最难的一次。反正啊，我是十分的脸黑。到底有多坑呢？你看完我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。我呢准备了2个648，开局呢咱们先单抽试试水。结果呢如我所料，追加成功的几率特别的小，抽了100点券，反正是啥也没抽到。算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干它就完了。单抽第一下抽中了力，普通追加一次，成功的话咱们就保护追加。两个星，哎呀，竟然是一颗星，不过也算是成功了。接下来呢就是拾气一次，直接保护追加，没中。再保护追加，还没中，好吧，第三次必中啊！我感觉这波很悬啊。下面呢就是50亿一次了，直接抽。哎呀，没中，再来，还没中，第三次啊必中。这一轮呢就是153一次了，抽。哎，直接中了，漂亮漂亮，给我们省了2次啊。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领 M4 一把，不过啊我不领，我的目标啊是阿斯顿马丁的载具皮肤。接下来啊可就是430一次了，要是我第三次出，那这一轮可就1290啊。不过都到这儿了，我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哎呀，点券不够了，咱们再冲个648，直接买430个币，给我出来。完了，没出，再来一次，给我出来。完了，还没出，看到没，这次抽中的几率真的是太低了。哎呀，又没点券了，再冲个328应该就够了，反正第三次呢必出的，直接抽。哎，一颗星，只能拿一个币啊。这家伙前前后后我抽了2个648，一个328，总计1624，才中了一个币，所以说有多难你们应该都懂了吧。我可能是花的最多的那个吧，有没有比我惨的呀，可以在评论区扣出来啊。反正大过年的，算是给自己的过年礼物。粉丝们都说喜欢红色的，我就换了个红色的，挺喜庆的。咱们现在进游戏看一下。哎呀，感觉还是可以的，只不过这个红色有点显眼呀，打起游戏来可能我要倒霉了。好了，我是零七号，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啊，不要模仿我，我呢就属于冲动消费。最后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